大家好啊，我是太太，今天来到台南的曾文溪出海口，刚好查询一下 Google 地图，看一下这边的环境还不错，所以来这边体验一下这边的摇晃看如何。然后今天来这边玩木印啊，钓小白虾，给各位看一下周遭的环境。前面比较热门啊，这前面比较热门，很多人都在那边打螺、钓螺或者一些放流的。哦啊，这附近的环境啊，我今天是要钓这个位置，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刚好出海口这样进来，看有没有鱼会从这顺道这样进来。如果有的话，应该不错玩了，因为这个地形蛮多小雕的。我也是有大只的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打螺钓螺或者打粉钓一些 OK 啦、臭肚啊、老鱼应该都不错。我今天就是来玩木印，现在已经干草地了，现在准备要反转了，所以来试一下，因为现在流比较缓。玩这边一定要选择正干草底反转的时候或者满退的时候再来钓，不然大概退到大概七八分的时候，那水流太急了，除非你要钓那个石后面的环流区啊，不然流太急的话，那个浮标或木鱼很快就飘到后面了，鱼追不到饵啊。哦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等一下水开始进的时候，我们钓看看的摇晃如何。来讲解今天用的装备，核心钓具的轰炸机 M515 3000型的卷线器，一线二号。今天用的是木印钓组，纸线是用2.5号，或者是封膜4号千釉钩啊，然后用小白虾。来这边玩的话，地形一定要测一下，因为水底下我刚测一下，很多石头啊。所以应该会很容易挂底，不需要钓得太拖，不然那个钩子可能会绑到歪歪叫。我丢给各位看一下现在的流速，然后木鱼在那边哦，它已经在飘了哦。现在这个流速，我是觉得没有很快了啊，但是要看有些地方，像我新竹的地方，这个流速哈、哦，在飘的时候哈、哦、，OK 很快就接走了。但是南部的话，我刚看。这个流速 OK 不太咬，还蛮懒惰的哦，飘还蛮快的，所以要再等一下鱼才会咬哦。那我们就再等等吧。要让钓组卡住，好，然后再晃一下，让它飘，鱼就带走了。
有啊，拜拜。你那会卡嘛哦？你那卡掉的嘛？哦，用家己那位呢？嘿，左手边。哦，那个转流处嘛。左手边的底哦。嘿。哦，了解。啊，紧啦，我来救我就好了。哈哈。嘿嘿嘿，伊都咪伫遐嘛。好，我知。哦哟。睡觉。我点了。哈、啊。对啊，我点了。哦，这鱼啊真高呢。这真正是袂无聊，鱼啊真高啊，高到惊死人啊！这鱼啊，有一寡水门鱼啊，搁无遮高的。对啊。嗯，嘛是有大只的啦，嘿啦，运气，有小只就有大只的。玩一个水门啊，真的是退水的时候，哦，刚刚摇啊，哦，真的是退水的时候刚刚摇。胸好高，好不好？伊啊，囝足高诶，足高诶啊！你看，其实那水门外面其实也有一条沟啊，我觉得都有机会钓到鱼了，就看钓什么鱼种了。好了，打完收工了。刚刚那个水门其实应该有大鱼啊，可能潮汐跟流水要选的对才有机会钓到大鱼。今天钓的鱼其实还蛮丰富的，有石斑、红潮、黑蛤，所以流水如果选的对的话，这边应该有机会钓到大只的。因为车子停着，一下车就可以马上钓了，蛮方便的一个钓点。那就这样吧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。